我猜陈建斌老师绝对看过那段戏，只是没联想到居然是他。就是拍那个《甄嬛传》的时候，陈建斌老师就跟我说，他说你演过是什么戏啊？然后我告诉他，他说我好像看过，但我没有见到你在里面啊。啊，你看过《西游记》，我是小甜甜。然后他说有吗？有你那个角色吗？把我气死了！我以前陪我看《月亮》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，现在新人胜旧人叫人家牛夫。